冲破天际的声浪，握紧方向，燃尽梦啊，心有必胜的胆量，急速对抗，决堤走光，终会荣光里归来，生命的笑着答案，凯旋的姿态，转个弯，阻碍都推翻，越不极限弱光芒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保护和爱的名义在阻拦你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对不起。所以，我郑重地告诉你，不要为了瑞峰，也不要为了我去改变你自己的路。我没改我的路啊，我只是把我们两个人的路变成了一条路。我知道，一直以来你都是孤军奋战，四面楚歌，可能早就已经忘了和人同行的感觉了。但我和你流着一样的血，我更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可以肆无忌惮、愿意相信你的那个队友。所以不管哪条路，只要我们努力过、付出过，就够了。陈慕飞，你不只是巾帼不让须眉的企业家，你更是全世界让弟弟最骄傲的姐姐。我知道啊。干嘛愁眉苦脸呢？怎么了？电动方程式很难吗？嗯，很难。不管是车辆构造、驾驶方式，还是比赛规则，都跟传统的燃油方程式完全不一样。真的要参赛，对整个车队来说，等于是从零开始。还有呢？还有。今年参加的是各个国家顶尖的厂商车队，想要赢的话几率没有那么大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啊，你就不能偶尔的撒一下谎鼓励鼓励我？我以为我们之间不需要这种谎话的。当然不需要，我没说你做的不对啊。
我就是觉得偶尔应该有一点小情绪，小浪漫。您好，请问两位想喝点什么？你想喝什么？奶茶。两杯奶茶。好，请稍等。我有一个很浪漫的故事，齐奥尔科夫斯基和他的火箭理论，你有听过吗？你确定这很浪漫吗？嗯，在他那个年代，莱特兄弟刚发明了飞机，只有齐奥尔科夫斯基相信，我们不只可以飞上天空，有一天我们还可以飞出地球。他这一生都在计算和设想，所有人都在嘲笑他，一直到他死后第22年，第一颗人造卫星升上太空，我们终于看见这颗蓝色星球的全貌，也终于证明了他的公式是对的。他说过，地球是人类的摇篮，但也许我们不用一直待在这个摇篮里面。说的对，电动方程式就像另一只鳄鱼，我可以的，是我们可以的，我会陪你。谢谢你陪我，那以后我们要一起打鳄鱼，一起通关了。嗯，不过这条路可能会有些颠簸，所以要辛苦你了。我的工程师，再不说话，这酸菜鱼可就凉了。我决定。退出家界。我知道大家之前之所以跟着我，是因为相信了我的话。我说我们要一起迈向超级大奖赛，但是现在为了瑞风和麦拓，我必须参加电动方程式。没听懂，难道电动方程式不需要经理吗？啊？就是啊，电动车也得修啊。下期进超级，需要连续赛季夺冠。如果今天错过了，各位，大家所有的付出都会断送掉自己超级大奖赛的路。这样，我先表个态吧。我们大家一起在这儿熬了这么多年，不仅是为了那些梦想，更是因为你在。是啊，小白哥，你不在，超级大奖赛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是吧，杨哥？我只看钱。我当初把保全压在了他身上，现在如果他不在了，那谁开车带我发呆？你，还是小胖？杨哥说的对。行了，咱们不聊这些了。
反正咱们哥几个是跟定你了。嗯，甩都甩不了。行了行了，就这事儿啊，赶紧动筷子吧。哎，我的辣椒酱呢？开锅了。大门菜，太辣了。谢谢。这谢谢不值钱，你来点实际的。什么实际啊？那要不然以后什么脏活累活都给陈墨白，看你们是要打扫、煮饭、请客，什么都行。不够。你还要帮许工修车，帮小胖按摩，帮猴子买游戏，还有，你还要帮我拉赞助，啊，帮我种菜、除虫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吃吧。好，那以后大家一起加油，我们努力朝超级电动方程式前进。好好，干杯！来来来，干杯干杯干杯！哎，干杯！干杯！赶紧吃，来来来来来，都凉了。我尝尝这个酸菜鱼啊，天天心心念念的酸菜鱼。来，我给你。你在娃娃菜？让我吃点娃娃菜。来来来来来，酸菜鱼，给他来点。来。谢谢杨哥，来来来来，赶紧吃吃！哎呀，快吃吧，快吃，饿。哎，你慢点，就你天天手快。有些设计比较大胆，但是作为创新也不是不可以。会不会太激进了？怎么会太激进呢？不激进。我就觉得虽然看上去转型训练难度又加大了，但这样一来获胜的希望也加大了。确实不愧是我的工程师大人。卡痰了。那个涂装我还没有设计，我想这个部分应该由我们所有人一起完成。好啊，哎，那我可要大展身手了啊！算我一个。你之前让我订的海外配件，我都已经全部完成订单了，徐工。到货之后立刻装车，随时待命，一切都在计划当中。Skyfall，Skyfall。
罗亚马哥，哎，瑞丰的启蒙啊，电动火车就ワールドカップに参加することを君はどう思いますか？最近勝ちが続いてるんで調子に乗ってるんでしょ。俺が思うにこんなにコロコロレース変えてうまくいくはずがありませんよ。これ以上相手穴取っていけません。相手は目標ははっきりしている。最終ノルウェー島で電動自動車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です。あってもし勝つと名称は高くなる。我々中国市場は州獲得にはさらに難しいと思います。今すぐプラン提出してうちの E チームにもっとサポート取り付けますよ。今度のサーキットでは二度と負けない自信がありますから。君は自信だけ言えないで、私希望として君 100% いけることだ。なんすか？相手登場させないで一番本当です。じゃあどうするんですか？彼らは空腹させるようにまず首を縛らないとならな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今すぐ出会いします。先生、門口有位矫健男士说找您，请问是您客人吗？どうせまた少尉一生でしょう。うちは奴らからブレーキのデータもらってるんで、この取引そんな簡単に逃げ出せませんよ。私は金のことはいくらでも構わないです。しかし日本に代理で作る、日本の市場進出するには無双です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认识他，请他回去。好的，明白。先生，龙岭先生说不认识你们，请你们离开。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先生，我们这里是酒店 VIP 餐厅，请你们离开。上去。喂，我郝阳，这两天是不是有一个包裹到了？啊，对，大件，车队用的配件。什么？被召回了？有说什么情况吗？行，那我给快递公司打个电话。什么情况啊？本来今天咱们要到一个配件，说被召回了。没事，我去看看什么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咱从国外订的那些配件被退单了。退单了？哪个零件？很多。很多？奇怪了，这又是被召回又是退单，跟商量好了似的。这几家厂商我认识，我打电话联系一下，看是怎么回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是龙野，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手段给海外各配件厂施压，禁止他们卖赛季部品给我们。啊？这什么操作？技术封锁，龙野想在技术上限制我们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给三井拖出气啊？这已经不是车队之间的事了，是龙野和瑞丰之间的较量。这明显就是恶性竞争嘛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是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？
对方真把事儿做绝了，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不行，咱投诉龙野吧。人家肯定私下商量好了呀，我们就算投诉到银河护卫队也不管用啊。小白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我知道了，不如我们换个思路吧。这次参加电动方程式，为的就是打出瑞风这个品牌。但要真正做强，就不能受到国外的牵制。我们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迷信国外的技术，我们可以用国内厂商的配件啊。国内各家车企都有自己的技术强项，只要他们愿意定做，我们补齐这些配件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这倒是个办法，用自己人的力量，自主研发制造。我看看。要不，咱们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什么表情？来，我看看。骏达的刹车启动。小白哥，骏达，咱们头号死对头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帮我们？沈西，要不咱们换一家？目前只有骏达的刹车系统符合方程式级别的标准，前进还是后退就看我们自己了。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我们又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，我们背后还有瑞风呢，办法总比困难多的。对，我们还有飞姐，还有赵总，一定能行的。还有我，我给我爸打电话，这些厂家说不定他都认识呢。毕竟咱们是汽修世家。你看，我们 Sky Go 的选址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没有什么困难是阻挡得了我们的。对，我也给我爸打电话。你给你爸打电话干嘛？让我爸联系许工他爸，一定能成功。行，我们要翻。困难一个个踢碎，把绊脚石都踢碎。踢碎！好的，陈总，感谢您对我们瑞风汽车的大力支持。那我让车队直接和您联系。好，拜拜。你快给小白打电话，南山重工可以做他们要的赛事避震器。好。报告。小白总，想不到有一天大魔王会来找我帮忙。不过你让我带着你去找蒋一俊，让他把骏达的刹车系统给你们用，异想天开了吧？要不是瑞风现在的困境，比赛临近又被人卡了脖子，我们也不像这样吃百家饭到处求人。但我既然下定决心走这条路，无论多难都会走下去。我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但你找错人了。蒋一俊给我发工资呢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艾莫能住，你一直被龙野和三井这么压着，你不想扬眉吐气一回啊？训练营的时候，我可是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职业赛车手该有的尊严。要我帮忙，那账怎么算？你要多少钱？瞧不起谁呢？我还有辆车，三阶特调，你亲自动手。成交。谢谢兄弟。行啊行啊，肉麻，走了。你有毛病是吧？
陈墨白赢了，华人在国际赛车界露脸，说实话对您也有好处。更何况他们参加的是电动方程式，咱们没有竞争关系啊。行了，你明知道现在是跟龙野在合作，让我把刹车系统给了瑞芳，那不明摆着跟龙野撕破脸吗？那合作也得讲究个公平吧，您现在是纯纯被骗着玩啊。行了，瑞芳活过来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不出面踩他一脚已经对他很客气了，还让我给对手送浆吗？杀！哎！哎，就等你俩了。不是，你们干嘛呢？我们家赵总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开短视频号，在网上宣传，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瑞风车队，知道咱们平时在干嘛，从而得到整个汽车行业的广泛支持。那具体应该做些什么？你们想说什么都可以啊，比如你们为什么聚在一起，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业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那关于这个小白哥最在行啊，而且就小白哥这颜值绝对吸粉。什么意思？经理是颜值更吸粉。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，不论是开赛车的人还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，其实离我们大家的生活并不遥远。我觉得我们也是一群为了梦想而奋斗的普通人。就这样。说得好，我们的梦想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车有多好有多强，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也可以做出最好的车。咱这要是宣传成功了，小白哥岂不是要成网红了？行了，你们一会儿就说刚刚说这些就行，快快快准备了。来来来，站好，快，来来来，三二一喊撒啊，来，好了，开始啦，三二一撒。嗨嗨嗨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们瑞风车队的第一次直播，介绍一下我们的赛车手陈墨白。等一下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不好了，现在连敲门都不会了吗？不是不是，出大事了，您看一下，龙野竟然宣布和成代合作，帮他们进行技术升级，进入日本市场，咱们是不是被耍了？喂，吴善，你终于肯接电话了。今天的新闻什么情况？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。江总，我们龙也没必要，也不需要给你们解释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俊达的车根本就没有资格和我们龙也这样的企业合作，更别说妄想让我们带你们进入海外销售市场。你们这点技术含量，真不怪我们瞧不起你们。你好了好了好了，别浪费我的时间了，再见。董事长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出去。啊，竟敢瞧不起我们的技术。液压阀，明博科技定制，
变速箱龙春集团提供，后悬挂汉东汽车公司。现在我们需要的配件全都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来的，就差刹车系统了。没有刹车，咱们的进度就得踩刹车。现在大家都是在这干耗着，实在不行就换一件。只有一个部件不合格，应该不会影响太大。怎么能退而求其次呢？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吗？你今天在设备上退而求其次，明天在赛场上名次也只能退而求其次。要用就用最好的，不能在国际上让别人笑话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中国没有好的刹车技术。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刹车系统的资料，拿去用吧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到了赛场上千万别怂，让他们看一看什么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实力。谢谢江总。你不用谢我，说实话我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今天瑞风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，明天就会成为我们所有中国车企面临的困境。所以这一次我不光支援技术，还有人，让云浩也加入瑞风车队，协助你一起比赛。我们当下要做的不是内斗，而是要联合起来，为提升中国汽车的国际形象共同努力。放心，蒋总，我一定不负众望。明天就去西班牙了，希望大家取得好成绩。好，谢谢魏总。好，来，一起。我仿佛听到了胜利的号角已经吹响。对，已经吹响了。来，走一个。谢谢你陪我一起完成梦想。这也是我的梦想。你们两个真的太肉麻了，我接个电话去。吃。你们先吃，我也有个电话。来，吃好喝好啊。吃。明天的航班、酒店都再仔细确定一下，不要出问题。嗯，行。这投资人做的像个保姆一样。赵一宁。嗯？怎么了？干嘛？也谢谢一路有你，以后你也有我。说什么？
这是我认识杨哥这么久以来啊，第一次见他这么爷们儿。哎，你啥时候给你家那个柳公爷来这么一下？俺还得活着孝敬俺娘呢。真的不跟小白去比赛？不去了，我相信他们。再说，那儿也没有我喜欢吃的泡面。别人都说要学会改变，学会接受新的。你可倒好，十年如一日。如果现在就是最好的，为什么要改变呢？我饿了。马上就要比赛了，怎么感觉你这么沉默呢？这不是熟悉的赛道。都说电动方程式不过是厂商的技术实验场，少了轰鸣声，只有冷冰冰的动力总成、系统软件、逆变器，这些部件每年都在革新。在这里，车手好像没有在甲级和超级大奖赛那么重要，也很难再有传奇出现。我知道，不过这也不是陌生的赛场。像我们这样的团队，遇到龙野，遇到马库斯，当所有的技术比拼都到达极限以后，更需要车手来创造奇迹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想不必畏惧，我们全力以赴去创造新的速度吧。会的，一定会。今晚的树影都如你身影远去，改变细节一分又一毫，决定命运每分和每秒。就像爱有相悖的论调，同频的心跳。This year, Formula E Super Competition is about to begin. Among the competing teams,The most anticipated is undoubtedly from China Rui Feng team. Hey, 今儿好好看啊，加油！不要有压力，正常发挥就好。高总，来喝瓶饮料啊。你就干好你该干的就行了。我呢，那我就继续监督大家，全速前进。哎，你们快看，奖杯！啊啊，哪有奖杯？你们看那个云，难道不像奖杯吗？我看像你。什么行不行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兄弟们，做好准备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兄弟们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总冠军。Tonight, louder than
去。